大暑之后，红枣飘香，到台湾本土红枣产地苗栗公馆体验采果乐趣。我们就是来这边采的，中立来的，耶、yeah, ，好吃。蔺草冒协曾是地方经济支柱，院里冒协产业幕后整趟工作大公开。之前就要把帽子先擦，刚才是源头的，这个是神事型。周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进苗栗公馆与院里，探访乡村产业的发展足迹。